啱啱过咗佢嘅圣诞节，梁咏琪就 po 咗同 Torres 一齐整蛋糕嘅相。呢日朱子出席活动嗰阵就大赞 Torres 好有天分、哦。其实嗰日系半年前，咁 Torres 就系生日，咁阿千华就话啊想学下，即系同佢一齐整个蛋糕。咁点解佢中意主题系好得意嘅系巫婆屋啦？咁我就哦咁谂个巫婆屋主题。提早半年就跟他做了一個萬聖節蛋糕，我最近才 post 出來覺得很應戰，但我覺得 Torres 真的有天分的，即他 很有興趣去參與一些抹 cream 啊、溝嘢啊，他自己整一部攪拌機又很有文有路、啊、有把眼的。至於已經三歲的女女 Sophia， 朱朱就說她都開始貪靚了。她現在是去到覺得懂得貪靚的年紀咯，即例如她喜歡化妝，但不是幫自己化妝，是喜歡幫媽媽化妝，因為有時候她在家見到媽咪即有化妝師幫我化妝，化完之後她就覺得哇好靚啊，這樣她就見到我的化妝品就成日借我的面，就說要擦這樣擦那樣啦，咁我都會俾佢滿足一下嘅，有時候我喺屋企化完妝，咪最後嗰下俾個數佢咯。快啲幫我搽啲胭脂就化完啦，咁咪好開心。不過都睇得出佢中意著裙嗰啲女仔咯，即係佢而家譬如翻學啦，禮拜一至五嘅禮拜一同埋禮拜四要著運動衫就著褲。佢嗰兩日就特別唔係好想翻學，因為咧佢話覺得冇裙仔著咯，中意著裙。有時候我著咗條褲出嚟咧，都會叫我你入去換翻條裙咁樣。